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Oh,
北美红，
菩萨如秋月，阿弥陀佛顶庄严，慈光普照度众生，一心顶礼观世音。嗡嘛呢呗悲美红，
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。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。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话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调皮的乌眼驼。对于生活在戈壁附近的人们来说，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是他们最好的交通工具。巴桑带着阿鹏和小德朝沙原走去，前方不远处的沙原上，一峰峰骆驼昂首静卧在沙坡上。好多骆驼呀，我早就想骑骑骆驼了，看来今天终于能如愿以偿了。真开心。阿鹏，小心别让骆驼伤到你啊。他们那么温顺，怎么会伤人呢？别骗我了。你可别小看这些骆驼，他们用舌头舔你一下就够你受的。没错，骆驼的舌头可厉害了，吃仙人掌什么的都不在乎，所以他要是用舌头舔你一口，那立刻就是一道血痕。不会吧，他们真的有那么危险啊？阿鹏，你不用害怕，这群骆驼是我家养的，他们都很温顺，不会随便伤害人的。哦，你不早说，差点吓死我了。阿鹏来到了驼群那里后，看到了一只眼圈周围发黑的高大骆驼，这只骆驼正安静地卧在那里。人家都说骑骆驼要骑公骆驼，今天我就骑这只高大的公骆驼好了。哎呀，那么多骆驼，你怎么偏偏选中了它呀？哦，它怎么了吗？这只乌眼驼是这群骆驼里最调皮的，一般人休想骑上它。阿鹏，小心点。巴桑，你不是说你们家的骆驼都很温顺吗？是啊，其他的骆驼都很温顺，唯独这只乌眼驼最难搞定，有些时候我也是很伤脑筋的。这只骆驼的脾气还不小啊。哼，我就不相信这么难搞定它，今天非得骑一骑它不可。阿鹏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没事的，巴桑在这里，我一定能骑上去的，是吧巴桑？好了乌眼驼，这是我的朋友阿鹏，你就让他骑一骑好吗？哎，巴桑，还是你有办法能说服他让我骑一骑的。话说完，阿鹏就翻身爬上了乌眼驼的身上。乌眼驼等阿鹏爬到身上后，用力地将身子一侧，一下子把阿鹏摔倒在沙地上，并且乌眼驼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。哎呀，你这个可恶的家伙，竟然敢把我摔下来。你们看，这个家伙还很得意呢。巴桑，你的这只骆驼实在太坏心眼了，你得好好教训他一下才行。那样可不行，乌眼驼脾气大着呢，你得和他成为朋友，他才能完全接受你，让你骑到他身上的。来，你去喂喂他吧。乌眼驼，对不起，刚刚是我太鲁莽了，来，给你这些草吃吃，很香的呢。乌眼驼探头闻了闻，然后舌头一卷，将那些草卷进嘴里吃了起来。巴桑，现在我可以骑它了吧？你别心急啊，要想让它接受你还得慢慢来，以后你就和我一起放驼，天天和它接触，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接受你的。阿鹏，我看今天你就先骑骑别的骆驼吧。那怎么行，我就想骑这只骆驼，没关系，我愿意等，直到它接受我。从那天起，
阿鹏经常都跟着巴桑一起放驼，乌眼驼也开始慢慢接受阿鹏，但仍不让他骑在自己身上。阿鹏，快点吃啊，吃完了我们就再去放驼。巴桑，阿鹏是我们的客人，你怎么能让他出去放驼呢？叔叔，我是主动要求和巴桑一起去放驼的，不是巴桑要求我的了。是啊，爸爸，阿鹏他想和乌眼驼成为朋友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骑乌眼驼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乌眼驼虽然调皮，但却是一只非常优秀的骆驼，如果能让他接受你，那你肯定是非常用心对他好的。这几天乌眼驼对我越来越亲近了，我想他很快就会接受我了。那就好，今天我要去镇上办事，要晚上才会回来，你们外出放驼的时候不要走太远。嗯，我知道的。巴桑父亲走后，巴桑和阿鹏、小德便外出放驼去了。一片沙砾地，那里的草稀疏得很，众骆驼看着那些草，偶尔吃上一口。唉，这里的草实在太少了。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在沙坡那边有一片草原，那里的草很嫩哦。对，我们可以带着驼群去那片草原吃草的。但是那里有点远。没关系的，时间还早着呢，我们天黑之前肯定可以返回来的。你看，这里的草根本不对乌眼驼的胃口。原来你是为了讨好乌眼驼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去那里放驼吧。他们三人带着驼队穿过了沙坡，来到了那片长有茂盛草原的地方。骆驼们看到翠绿的草原，纷纷高兴地吃了起来。怎么样，这里的食物美味可口吧？乌眼驼竟然听懂似的点了点头，然后还亲昵地嗅了嗅阿鹏。一旁的巴桑见后很开心。阿鹏，他好像接受你了呢。阿鹏，这么说你可以骑他了，你试一下看看。还是先让他吃饱吧，走，我们先去那块石头上坐着休息。他朝不远处的石头走去，小德和巴桑也一起跟了过去，三个人在石头旁坐着吃东西，驼群也在那里吃着草。此时他们身后远处的天空，一大片乌云缓缓移动过来，一阵凉风吹过，巴桑愣了一下。怎么回事？起风了。哎呀，不好，要下雨了。小德话刚说完，一滴雨水便滴落下来，接着大雨倾盆而下。哎呀，这雨下得真是太急了，我们赶快去找个地方避避雨。对，我们赶快避一下。不行，接下来可能是一场大风暴呢，我们还是赶快回去比较安全的。啊，大风暴？是的，如果在这里遭遇到大风暴，那我们可就危险了，我们得赶快将驼群收拢赶回去。嗯，这样还是比较安全的。那我们快行动，以免来不及的。巴桑他们三人一起合力将驼群聚拢了起来，可就在这时候，大风暴来了。好大的风啊，巴桑，我们这下该怎么办？这风太大了，我们得赶快找一个地方避风。这里这么空旷，我们能去哪里躲避啊？我们去沙丘背面避一避吧。哎呀，我的腿好痛。小德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腿好痛，怎么会这样？风太大了，很可能是受寒抽筋了。我们扶小德，让他骑着骆驼走吧。不行，风太大了，小德若骑着骆驼的话，身体太高，受风面会更大。
我们现在只能躲在驼群的后面，跟着驼群走。巴桑他们三人带着驼群来到了沙丘的背面，风越来越大，天气越来越冷，可是他们却只能躲在这里避风。好冷啊，温度怎么突然降得这么低啊？我们不是有带一些食物吗？我们先吃一点，补充一下热量。糟糕，怎么会这样？巴桑，怎么了？我们的食物袋不见了，一定是让大风暴给刮走了，真是太糟糕了。巴桑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救援。这么大的风暴，我们贸然走动的话很容易迷路，如果走进了戈壁，那可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可是谁会来救我们啊？你父亲今天不是去镇上了吗？即使他在家，也不会想到我们会把骆驼带出来这么远啊。都怪我，是我出主意让你们来这里的，如果就在附近放驼的话，我们也不会被困住。阿鹏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无眼驼，无眼驼跑掉了。阿鹏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出去，太危险了。可是无眼驼他跑掉了呀。没关系的，别看他平时脾气大又调皮，他却是最熟悉这片地区的，我想他是回去给我们搬救兵了。巴桑，你是说乌眼驼这是跑回去找人来帮忙吗？嗯，我们耐心地等着吧，他一定会带人来救我们的。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风虽然小了许多，但依旧呼呼地刮着，然而在风声里断断续续地夹杂着一阵阵呼喊声。你们听，好像有喊叫声。哪有什么喊叫声，只有呼呼的风声。你们仔细听。孩子们，你们在哪里？真的，真的有人来了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。是乌眼驼，乌眼驼他回来了。你们这些孩子怎么带着驼群跑到这里来了？要不是这只骆驼，你们可真就危险了。不过你们倒也机灵，让这只骆驼跑回去给我们报信。我一看到它就知道巴桑你小子一定是遇到了麻烦。大叔，你认识乌眼驼呀？谁不认识他呀？这个乌眼的家伙最调皮了，有好几次他都跑到我的园子里偷吃水果呢。是啊，虽然他调皮，不过却是很忠诚的。今天要不是他，谁会知道来这里救你们呢？谢谢你，乌眼驼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啊，他这是要做什么呢？孩子，他这是在让你骑上去呢。是啊，阿鹏，乌眼驼他已经接受你了，赶快骑上去吧。嗯，乌眼驼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大家的命。